右半边的一个平飞球有了，吴东荣本季一军的首安出炉。我等好久了，终于，我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，他非常开心啊。想一下，要求是不是？终于啊，这个也算是很久以来首支的一军安打哦，得来不易。球的飞行距离是有到警戒区，这一球打到中座外野方向落地，形成了安打，打到洞了。吴东荣绕过二垒之后往三垒走，三垒指导教练要吴东荣回来，这支二垒安打带着一分打点，蒋少红打进了这一分，龙队3-0的领先。哇，整个卫权休息室非常嗨啊，冲出来！对，我也是在欠全垒打了。哇，蒋少红近期的打击状况确实好啊，扎实的击球。嗯。正好打到洞哦，那滚动也比较多，朱志杰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追求，可以看到龙队的休息室冲出来，全部变成垒包指导。这场最高用球数是92球，这个曲头被张振宇扛到中右外野方向，扛得非常好，落地形成了安打，蒋少红回来得分，这一支二垒安打有一分打点，卫权龙队，而且是三垒安打一分打点，龙队4-0领先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哇，这一棒应该可以一吐怨气了。对，压力怎么释放了？我看他最后这庆祝的动作，哦，有点像是压力锅，然后终于彻底的爆开了。曲球完全被张振宇咬到了，打到这个洞，然后比较多的弹跳，以张振宇的速度，他跑出了一支三连安打，一分打点。